天天看胖妞，生活乐悠悠。两分起胡五番满，名牌加一番，第一局。这牌太搞笑，一把筒子居然万子单行道，我晕。自家收筒也照样安排，自信心满满。清一色好像下轿了，二五八转可以摆起了。上家溜得快，三番关两家进十五分，精彩继续。第二局，圆缺筒子，牌型还不错。对家林妹妹缺条，上家雪妹，下家微微缺腕。六同点杠下加出两分，上家五同点杠下加，把我关三家的雨整飞了，难受。清一色下轿，一四条应该是个好轿。九万点走对家出两分，幸好没名牌，节约了。这么低调，居然没胡到牌，最后还出两分，我晕。不要走开，第三局咱们接着看。万子一大把，定缺筒子，迷惑对手。
下家缺万，对家和上家缺条，定缺没优势。清一色行不通，那就正常操作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。二五下轿，两张都要出，就看先后顺序了。下家单调六条白起了。运气好，带跟关三加进11分。